后条。好球！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刘云飞电视台局会一定回去给大家把今天刘云飞救险的镜头编在一起，配上非常好听的音乐。天津话你现在会说吗？天津话干嘛呀我因为我非常喜欢天津，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希望未来有机会再来天津有工作，再来天津住在天津啊，住在这里。
代表这个天津队啊，来我们天津的名人体育场呢，来献艺。跑动射门，漂亮，真的非常的漂亮。完成了保级大业。
应该庆祝天津人啊，在干天津志，做好天津人，干好天津志。赶紧传，又是是不是卢燕？卢燕挺好，往里带，掉进去，高门啊，球进了。比赛79分58秒的时候，2-0，康师傅足球队现在2-0领先于上海国际。所以我觉得，对我本人来讲，对俱乐部来讲，我选择退役，应该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想到还能在一块踢。在天津泰达队是以3-0击败了基督联队，率先闯进了亚冠联赛的下一阶段。我们要向天津泰达表示祝贺。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颁发足球之夜今天送上的第一张奖状，送给天津泰达，学习泰达，好榜样。好了，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天津泰达队获得了2011年度中国足协杯的冠军。就在今天下午，天视体育记者已经从俱乐部得到了证实，确认孙可将加盟泰达权健。采场训练中，孙可并未现身，备受关注的新援孙可并没有出现在球队阵中。如果是没有经营管理权的权利情况下，我们不能是随随便便去把一个我们引来这么优秀的一个国脚，然后交给一个我们没有掌控权的这个俱乐部去。轻松轻松。轻松朋友们，我们是天津泰达，不喜欢中甲。我们是天津泰达，不喜欢中甲。这球危险了！进了！我的天哪！84-4吧。这样的话，天津泰达是完成了保级大业。